鬼领的鹅子块能干点什么？可以是一瓶三花酒，是两瓶豆腐乳，是四碗桂林米粉，或者八块桂花糕。20元的桂林小吃，20元还有多少可能？看完全程，20元够了。受城市的烟火气，20元花不完，毕竟连象鼻山都免费了。20元可以在桂林体会到生活的慢节奏，也不耽误20元包成的小宴，带你去看一场好戏，沉浸新潮游艺。20元出发，感受夜间的魅力。天好了，20元就能体验世界级期待。我在桂林等你。I'm waiting for you in 桂林。